我们一天当中是不是工作很辛苦，流很多汗，当然是要洗个热水澡才会舒服嘛，对身体也很好。早期是三九公司的业务找我大姐夫去说要不要当经销这样子的，正式签经销之前，我大姐夫就家里装一台，我们自己家里装一台，真的去了解说，哎，这种东西真的是怕你他变小水这神奇，真正有了解，才开始说，哎，好了，那我们就做看看啦，一路走来就做到现在。那时候我爸开始做的时候，邻居就全部都装了。我是算第二代嘛，我也可能就开始接了。其实他们现在的机台也都还在用。三九它上面跟水塔一样，上面是有盖子可以打开去做内部清洁的动作。啊，其他厂牌的话，他们是没有这个东西的。所以你有保养的东西，当然一定撑得比较久。我们在钉膨胀螺丝的时候，当然是一些防水的步骤一定要做好，房子那么多钱，我们要做好不会让它漏水，做自己的口碑嘛。在工地遇到某些工程上，这个做法不错，我们就要学习，好的要学啊，人家不好我们不要说，不然等一下给人家揍。对，跟着叔叔是高中国中就跟他一起，如果有空他就会带我去，跟他二十几年了，以前都有时候都跟叔叔两个一起出门这样子，哎呀，也是晚上有时候也会要出去维修啊，如果很冷的很冷的时候，人家都会拜托说，拜托赶快来帮我用一下，不然我没有热水可以洗。客人都很感谢你去帮他用这样子啊，也有客人也会泡个热茶给你喝，还是咖啡这样子啊，不会说两三天没有洗到热水澡还是什么问题，三九的医院会帮你解决了。他排了，如果找不到，他 会一直拖了。说，我帮你找方案，帮你找方案啊，找了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还在找了。有人也是说我是装三九的，基本去不是三九的，他也说是他装三九，就是叫不到人了、就是要请三九的去帮他看要怎么处理这样子。因为三九零件从我二十几年做到现在都有零件了。以三九就行，今天就难用的了。我前把这看到，有的器不用发做的，三代以上啊，真正嘿。我们外面机台装那么多了，到屋顶上勘藏的时候，我会跟客人讲说，你看那台就已经超过三十年了，为什么还在？当然还在使用啊，是因为我们是开放式没有压力，它就是很单纯的日本进口不锈钢。让水进去之后自然循环产生热能，不会阻塞，不用耗材，也不用电。这个热水器，我大女儿已经快将近四十岁，她还没出生之前就有那一台了呀。我们现在一个点就是讲，伊就要加开机，就用遐烧水，我觉得。很划算。然后我们等下右边有个，因为我囡仔时候九点十点就困了，就一段时间是拢无看伊落来，早出晚归安尼。伊是为着啥？那也没做干安尼，啊，就是为这个家，为这个家庭。该讲嘛是该讲过啊，嘿啊，叫伊爱保重啊，辛苦安尼啊，嘿啊。阮爸是为零开始到即卖有这需要。我是会当算讲，免遐，就规碗就捧来，我就学习，拢有资源，啥物拢有，我就是安尼边仔看啊学。就是三九做了三九，我就会发嘛，感谢他们有赚到钱的。没有了，就是说他们还记得昆城啦。有些客人真的有时候打电话来，你还有在做吗？我有啊，当然是有，以前是两个人，现在是五六个人在做。当然是有一个团队，王神，你的服务吼，跟你的时间品质讲实在，袂嫌的啊啦，咱我们就觉得，就甘心的嘛。跟他出去工作，当然就从中学习嘛。第一就是工作嘛，然后第二就是说可能要怎么带人指导嘛。他算讲较徛的人，徛安尼想安尼有，人徛就讲学你安尼有，然后讲有在替我想，看袂歹。将心比心。要开一条钱无遐简单，要赚一条钱足困难的，真的。家
感谢我阿姐。我啊，伊考二十几年，无我看我即马无可能在做头家啦。我现在说，说说。三九公司是一间值得信赖的公司，慢慢走就会走到你自己想要走的路，脚踏实地的做。有一句台语叫做"戏皮卡当姑的你也，当然是爱付出嘛。"对。